两脚同时向前叠进步，然后锤从下向上挑起，锤头紧贴于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两脚同时向前叠进步，然后锤从下向上挑起，锤头紧贴于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捆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尾，步行不变。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捆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前方。两脚同时向前叠进步，然后锤从下向上挑起，锤头紧贴于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两脚同时向前叠进步，然后锤从下向上挑起，锤头紧贴于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捆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捆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前方。两脚同时向前叠进步，然后锤从下向上挑起，锤头紧贴于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两脚同时向前叠进步，然后锤从下向上挑起，锤头紧贴于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捆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捆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
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前方，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外摆，随即左脚上步，然后右转身90度，身体微蹲，同时锤反转一周，锤头上挑，锤尾紧贴于右腰际，目视锤头。右脚外摆，随即左脚上步，然后右转身90度，身体微蹲，同时锤反转一圈，锤头上挑，锤尾紧贴于右腰际，目视锤头。退左脚，还原一步，同时锤尾逆时针由右下方向右前方翻锤至中门直劈，目视前方。退左脚，还原一步，同时锤尾逆时针由右下方向右前方翻锤至中门直劈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外摆，随即左脚上步，然后右转身90度，身体微蹲，同时锤反转一圈，锤头上挑，锤尾紧贴于右腰际，目视锤头。右脚外摆，随即左脚上步，然后右转身90度，身体微蹲，同时锤反转一圈，锤头上挑，锤尾紧贴于右腰际，目视锤头。转身135度，右脚向右小门进步，然后锤从下向上挑起，锤头紧贴于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捆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
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外摆，右脚向左大门45度进步，锤尾沿弧形向上挑起，锤尾紧贴于左腰间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双手持锤由上向下捆压，锤头仍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回拉，然后向前翻锤刺出，食指贴于锤上，目视前方。左脚里扣，右脚向中门进一步，同时锤从下向沿弧上撩，锤头仍紧贴于左腰际，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旋转，然后回拉至身体左前侧，目视右斜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向右横格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翻转，收至身体左侧，然后做虎尾禅，先大圈后小圈，锤尾紧贴左腰际，目视锤头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持锤向前刺出，两下做白蛇吐信，目视前方。退左脚，收右脚成虚步，锤收于身体前侧，做竹筒倒水，长请锤收势，目视前方。还原立正，收势。右手持锤，锤尾朝上，目视前方。
这个叫挑锤，锤尾相交叉，就交织在一起。但是现在要捆锤，捆锤要顺着它的锤尾向下滑，击打它的前手，它的前手就脱了，然后再刺锤，就可以击打对方。对方用锤尾向我击来时，我随即上挑做天关的动作，随即我向下切，他锤收回击来，我随即用锤尾化解他下面的来势，然后他进一步用锤头横击，那我就要右拦化解他的来力。